2013年小志工金藏演艺参与人数有250多位，为了法入心法入行，这群小志工发愿斋戒如素，更将行善行孝的法语实行在日常生活当中。而今年的金藏演艺更多达600位小志工一同来参与，他们发愿要当个小小传法者，以敦煌舞、戏剧、手语等方式带领大家走入金藏。这一念清净传心是最真诚的祝福，将上达天听，为天下天灾人祸而祈祷。Thank you.
小志工们的演绎，菩萨当修无量义经，感恩施工上人教导我们行菩萨道。大家好，我是在松隆净思书轩当小志工的谢念彤。大家好，我是在新舞台净思书轩做小志工的陈心怡。施工上人天天在5点多就开始说法，不但让我们对佛法有更深入的了解，也可以让我们增长慧命。接下来透过无量义经中取，可以看到当灾难过后，慈济人及时出现，更感恩施工上人在每一次赈灾时用视讯连线的方式指引师姑师伯们，让我们一起感受这份慈悲的力量。让我们一起走入无量义经中取。
感恩小志工们演绎的中曲。无量易经教导我们，不但自己要行菩萨道，更要一生无量，自度度人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行菩萨道，在行菩萨道中找回自己清净的本性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小志工们的发心立愿。大家好，我是陈宣和，我发愿要当施工上人的菩提种子，并将台北的金藏演艺带回台南。感恩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蔡新宇，我以后想当大医王，跟爸爸一样。大家好，我是刘成明，我想要当上人的建筑师，我要盖千年不倒的房屋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做施平轩，我发愿要读护专做护士，也发愿要皈依给上人，受证成为人，谢谢大家。施工上人，我们要发心立愿。施工上人，我要当你的清修士，因为可以入人群传承法脉。我长大后要当护士，因为可以帮助受苦难的人。我要当清修士，因为可以帮施工上人传法。我要继续如素，也要继续劝素，因为吃素可以保护地球，爱护动物。谢谢大家。
心。